同志们，三分区基干团负责防守孙干店、龙王庙，大明县城三个地方；一分区独立团负责阻击甘露镇的援军。同志们啊，兄弟部队可都在啃骨头啊，把这肉都留给我们吃了，那我们就得吃个干净利落。我可已经向军区首长拍了胸脯啊，冯小前发起攻击，钟武前解决战斗。 有没有信心呢？有，大点声！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你们给了我信心，我就敢立军令状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同志们，上次打孙干店，我们打的是灰头土脸啊，但军区首长仍然相信我们，仍然把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，杀的一个回马枪。 同志们，给句话，能不能完成任务？能。南里庄是块肥肉，也是一场硬仗，比孙干店难打得多。里面有一个皇协军的守备队，伪军的一个加强团，还有一个日本商社机构，几十名日本浪人都配有武器，其中还有剑术高手。同志们，关键时刻呀，我们要敢于刺刀见红。马刀见血，哎，胆子小的，你现在就可以撤下来，有没有啊？没有。 好，下面我们有请孙县长为我们做指示。同志们，我们后方的同志在这儿给大家做几个保证吧。第一，我们保证把咱们的战马喂饱喂好，一个不丢，一个不生命。第二啊，我们保证我们团的物资装备都保管好，等大家打胜仗回来的时候，完璧归赵。 毛主席说过呀，要奋斗就要牺牲。你们在前线打仗，流血牺牲，这就是我们后方同志的第三个保证。我们保证，每一个牺牲回来的同志们，都有一口上好的棺材住。好。 自个儿死了，就为这口棺材啊！为争口气。来来来，啊，拿好了啊！收到，收到。大家可听好了啊，这些饼啊是明天一天的伙食，自己保管，丢了饿肚子我们不管了。啊，丢了的话，那找你再给发一份呗。嗨，那不可能，没准啊，明天我比你们还先上了西天，去给阎王爷烙火烧去了。刘春山，来过来。 哎呦，你说这人家严明是排长，跟您说话，我这啥也不是。拿我说啥？我要阵亡了，指导员指挥全连，三排长由你带领。真的？哎呀，连长，其实我还是愿意当这个排长的，最好您给我恢复了。我没长耳朵呀你！连长说他牺牲以后，你咋能死呢？连长，那不可能啊！您是谁呀？您就是齐天大圣。 那个叫天上的斗战胜佛，哎，挎着这白龙马，手拿五花耙，那是猪八戒。郭延明，到。二排担任火力组，全连的机枪交给你集中指挥，明白没有？明白。一排长，到。一排担任预备队，随时听候指导员的命令。明白。连长，嗯，那我到底干啥呢？具体？ 我带着你和三排担任主攻，高兴了吧？高兴高兴！哎，连长，咱那梯子可还没来呢，梯子由地方干部准备，到时候就有了。啊，告诉三排的战士，把马刀都磨亮了，随时准备跟我上。不是连长，你不能亲自上呀？不是说指挥的不用上火线吗？我不上，你指挥啊？我指挥。嗯，哎，我指挥不了，我只能带着头往上冲。 往前冲，你以为打仗是放羊啊？啊，带个头往前冲就行，打仗要指挥要用头脑的，用头脑的，知不知道？连长，你还得指挥全连呢，您不能往上冲啊，冲！哎，这个不行，我们预备队上的时候，你们在上也不晚。行了，这一仗啊，刘栋首长非常关注，陈司令、庆林指挥、团长和政委都上了火线，咱们四连能抢个头阵，万里不能有隙。 到时候枪声一打响，必须攻下战墙，交给谁我都不放心。
行，狗牌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韩连长，哎，你们仨的事儿还没交代一下呢。啥事儿啊？怎么哪儿都有你呢？我们这儿交代战斗任务呢，别添乱，赶紧拿笔去吧。谁添乱了？哎，好多事儿非让我挑明了跟你说，你死了有啥事儿说吧。啥叫我死了？不是你怎么老盼着我死呢？我死了对你有啥好处啊？谁盼着你死了？我告诉你，你死了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。那你这不是咒我吗？是不是他说？他说我死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是不是他说的？小吴同志啊，是伶牙俐齿，你呀就满嘴喷粪。我看呀，这事儿你知道，他们俩碰一块儿呢就掐，他们掐着过瘾，咱也看，咱看没过瘾，没看戏似的。你起啥哄啊？谁愿意跟他掐呀？我跟你说，连长，他老在这跟我装傻充愣，我都烦死他了。哎，二排长，要不你先说吧。我。我这没爹没娘的，我死了就死了，也就能剩下两身破军装带动的，那全给刘春雷吧。哎，挺有心。那你的那个津贴费和抚恤金呢？交给谁呀？不对啊，我这个抚恤金，你要是能找着一个叫娟子的部人，就全交给他了。还有这个。我就放在上衣口袋里，完了也全给他就完了。行，放心吧啊。行了行了，该你了，说两句吧。该我了，我还真得说一句，那个，就我们家那头驴哪去了？哎，万一我要是死了，一定把这头驴给我牵我们家去啊。还要驴呢？就你家那头老叫驴啊，早都吃了驴火烧了，甭惦记了。哎呀，今天你们俩这伙食啊，自己保管好了啊。谢谢。不是，我说点正经的，这个，我这钱不都赔那个皮大厂了吗？这赔完也没剩几个。哎，不管剩多少，一定全给我送到我们家去，给我老爹老娘。嗯，你就跟他们说，用这个钱呢，给荷花修个坟，立个碑。哎，就这都记清楚了啊！记下了，记下了，还算你有良心。哎，韩连长，连长，就剩你最后一个了，说两句吧。我还要交代啥后事啊？啊，就是咱连长那福大命大，打仗一马当先，你枪林弹雨趟过多少回了都没受过伤，别说受伤了，连毛都没伤过。对呀，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是啊，这韩连长打了那么多次仗，一次彩都没挂过。哎，你有什么诀窍跟大家说说呗？有啥诀窍也不能告诉你呀、啊、咱连长那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，刀枪不入。就是别白活啊，我就四个字，吃饱饭打好仗。这不是六个字吗？八个字。八个字再说。你啥算数水平？八个字。那你说，万一要阴天了，可咋办呢？这一连长要误了时辰，这哥几个这冲锋枪都白拿了。抬头，看天，什么天？晴空万里。哪那么多废话呀？啊！你看看你，像是额上的蚂蚁一样。指挥员在这个时候必须要保持冷静。你的屁股着了火，那下面再是谁坐得住？啊！拉倒吧，还指挥员呢？我就是个小副排长。再说了。架不住我处分多呀，你说从当骑兵到现在，我都多少处分了？我这叫啥呢？叫这磕一个头放仨屁，行善没有作恶多。叫什么叫？你那处分还有我的处分多呀、啊？我能改的，你就一定能改。啊，那是要说处分，谁也跟您比不了。说谁呢？笑什么？笑什么？好好打仗。将来你是个指挥员的料。你说啥？嗯，好好打仗。后面那句，跟我一样是个指挥员的料。哎呀，连长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人不轻夸呀，你千万别轻易夸我。你一夸我，我跟你说，我容易上方揭瓦，这蹬鼻子上脸。一会儿拿着冲锋枪就冲我骑兵前进。快点！又正是火上的蚂蚁了，指挥员，应该怎么样？稳住！我要当指挥员。行了，都别傻看着了，赶紧吃饼吧，到吃饭的时间了。
吃饭吃饭。你的脸呢？这昨天晚上实在饿得受不了了，全给报销了。怪不得大爷晚上包饺子。干啥？拿去！哎，别，这不能要，这您也没吃呢，我还得当指挥。吃你的，吃饱了好打仗。准备战斗，准备几张桌子，弄上几张厚棉被，浇上水，越快越好。刘司令，到。马上组织包围组，把手段集中起来，快！是。连长，西门打起来了！同志们，跟我冲！冲！齐将统，占领制高点，准备火力掩护。是，给我上！十四人牺牲了三个，猛子也受伤了，伤哪儿了？重不重啊？不清楚，简单包扎了一下，又上去了。这个韩猛子从来都没受过伤，这次是怎么搞的？哎，司令员，你怎么到前面来了？这里太危险了，你不该来呀！这里榴弹多，很危险。沈司令，敌人还没肃清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我的安全不用你们管，情况怎么样？新城已经拿下，敌人被控制在路北的区域，那里高门大户多，敌人在那里掏了很多射击口，还修了很多掩体，阻击很困难。司令，打巷战是我们骑兵的短板，平时训练我们都是骑兵战术训练，很少进行巷战训练，所以里边打得很乱。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呀，按照这种打法，敌从中午天黑都打不下来，敌人的增援一到，我们会更困难。立刻调整部署，从东西南三面同时发起进攻，马上拿下来。是，我们好，我们去东面。是，是。别给我们弄摇摇了！
岁吧。出八路，有能耐上来呀！爷爷在这好好陪你玩玩。快点，走！哎，连长，季建成，你怎么上来了呢？让我！废话，我他妈不让谁指挥啊？你不是说都听我的吗？连长，我得跟你认个错。那天村里我说不想当你的代理排长，我还是真心的。只要仗打赢了，就消气了。哎，如果要能把代理的字续了，就更好了。刘春来是个好同志，你要打好这一仗，我先入党。啊！我先入党。啥？是我他妈聋子还是他聋啊？我先入党。我要入党了。我操！我操！杜大爷，留着命啊！你他妈有病啊！啊！快！我把口子给我撕开了，我连眼活不成。是。走。这帮黄线军很难对付，枪打的也准，抵抗的很是顽固。这是他们入关后的第一仗，他们没和八路军较量，这士气正旺。理工队的同志不是来了吗？能不能让他们过来做点工作？距离太远，喊话又听不见，都逼到穷途末路，现在说什么都等于白说。打的，先把他打成了，再做工作。团长，团长，陈司令发火了，说骑兵团再打不下来，就不麻烦骑兵团了，他亲自带警卫队上。追什么？小杜，你留下指挥，我上。哎呀，我回来。大事，团长！团长，伤怎么样？没事，没啥事儿啊，没啥事儿。昨天侦查谁去的？怎么这么多暗堡都没发现？是，团长，我亲自带人上。不行，你受伤了。团长，陈司令都上了前线了，我这点伤算个球啊！这马刀我不拼了，打不下南内庄，那就又是一个孙干店。团长啊，这多少人看着咱骑兵团啊，这刘邓首长还在太行山上等着咱的消息呢，让我闲呆着，那你还不如枪毙了我。王子，保护好自己，去吧。是，跟我来。
小吴，小吴，政委伤了怎么样？没什么大碍，伤口处理完了。好吧。各位兄弟，你们听着，我们都是日本法西斯的受害者，他们占领了我们的土地，奴役了我们的同胞，不要再当炮灰了，更不要为鬼子卖命，要在枪口保卫我们的祖国，保卫我们的兄弟姐妹。啊！呀，抓！真是铁了心了，这些军官大多都是日本人，又分好几个民族，很难抱团，光这么喊估计没什么用。快把预备队调上，准备强攻，一定要拿下这个据点。是。王子，你也是怎么
队长，猛子，猛子，猛子！姓韩的连长也战死了。胡排长，三排长，胡排长，团长命令胡排长安全转移连长遗体，命令三排长主基地掩护部队转移。知道了，叶明，你放心走吧，一定保护好连长的遗体。那你别恋战，差不多就撤。好，走。三排的注意，追咱们的是老冤家，抽出咱们的马刀给连长报仇。报仇，走。八路骑兵了，即使兵力相等，我方仍然会有死伤。我们的士兵不能毫无意义的失去生命。撤退！冲！鬼子胆怯了，要不要追杀？
我宣誓，我宣誓，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，遵守党的章程，履行党的义务，履行党的义务，执行党的决定，执行党的决定，严守党的纪律，严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忠诚，对党忠诚，永不叛党，永不叛党。太君，太君，这天色已晚了，要不然就在我这儿休息休息啊！我给你弄几盘好菜，再弄一瓶好酒，咱们边喝边聊，你看怎么样？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不喝酒的，除非是假期。那不喝酒也行啊，咱们吃点菜。压压肚子。邱兵，到。去，弄几盘好菜，再给西村太君，打盆西兰水。快去。是。太君，请吧。小马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都听着，到了这里。也不能放松警惕，八路军随时都有可能出现。九兵，到。求你了，你就听哥这一次，就一次，就你哥，就算太不懂事理，那也比你多吃了几年饭，多见过点世面。娟子，咱家没人了，咱俩要再死，咱弟弟怎么办呀？伤不了西村的，他俩的命还打进去。哥答应你，这个仇哥一定替你报。君子，哥求你了，哥给你磕头。君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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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你了，君子，君子。1942年，华北地区遭遇了空前的旱灾，整个冬天，我根据地居民都在饥饿中度过，粮食问题成为抗战斗争的关键。3月1日，中共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讲话，动员根据地部队助民春耕，节约粮食，救济灾民。耶！
哎，干干干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干干！呦呦呦呦呦！老班长，呦呦呦！老班长，我这饿的眼睛都发蓝了，你给五块锅窝头，祝你长命百岁。哎呀，别说，我没有，这是给首长今天来视察留的。我就是有，我现在稳根的，走了好几波了，还能轮到你。去去去去去！你知道战士们怎么说你们不？都给你们编成顺口溜了，说这一顿二三两，颜色就这四五样。 加水六七碗，八九十日粮，你们好意思啊？哎，快活，黑皮，快点说。你说你这么一说呀，我差点把我来这正事儿给忘了。又怎么了？你说，你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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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
不是我要吃。现在好多战士啊，得了一种怪病，那个只要是一到了晚上啊，就啥也看不见了，成了睁眼瞎。你说咱这八路军主要就是靠夜里打胜仗，是不是？找医生给瞧了，说那叫夜盲症。那你说咋办？这打起仗来晚上啥也看不见，还咋打呀？但人说有偏方啊，说这个吃点羊肝就能治好。你看这事儿咋办？哎，这好办啊！哎，真有，有，这啥意思啊？哎，你把我杀了，把我肝取出来熬一锅干汤，什么问题不都解决了吗？这不是胡扯吗？你还能笑得出来？我哭都哭不出来。你要出去看看，这草都没有，还哪来的羊啊？就羊毛、羊屎蛋子都找不着。你要吃羊肝，你净做梦起心，我想好使。排长，排长，咱跑这儿来了，不好了，战马都要被人拉走了。谁呀？谁要拉走战马？巡工处的，说什么每个排派六匹马帮群众耕地去。战马去耕地？这战马肚子都没喂饱呢，咋耕地啊？伤了残了算谁的呀？这真是，五路还碰上了个连阴天了。这两匹，还有里面那匹，全带走啊！排长不让进，等排长回来再说。怎么着？排长怎么了？这是团部的命令，团长都要奉进去的。我不管，等排长回来再说。咋回事这是？啊？谁呀？谁要牵走我的战马呀？三排长，你排呀。是这么回事啊！啊，部队帮助群众春耕，这是上级的精神，也是军区下达的命令。哦，这不，团部啊也已经通知了你们李连长，每个排出六匹马拉犁。啊，这几匹啊就是我们专门挑的。啊，精神头还都不错。精神头不错。哎，我看你戴个眼镜，精神头也不错呀。哎，他还挺会挑的。我们现在这就剩这几匹好马。你说你要带着他们到地里去干活，那打起仗来咋办？我们骑着鸡去啊？不是，那你挑也行是吧？就挑那些又瘦又弱的马去拉犁拉马，你不心疼啊？啊，我当然心疼了，我能不心疼吗？这战马它就是战马，它不是干农活的马呀，它没干过它也不会干呢。你说你硬给它套上，让它到地里去干活，那它受伤了咋办？这马它不像人呢，你说你要是饿了，你这什么话？那你肯定得说饿呀。你要是受伤了，你肯定得说疼，对不对？这马说不了话，它只能硬挺着呀，挺不了它就趴下了，最后死它都不知道咋死的。这也是上级的命令，是吧？我是只管执行的。那我也给你撂句话，保护战马是我们的天命，回去吧。我再说一遍。我只管执行命令，你反对，那就是抗命。你少在这拿命令压我，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。这些马你瞧见没有？现在连草料都吃不饱，你也看见了，一个个拴在这病病殃殃的。你现在拉着他们要去干活，你不是让他们去送死吗？你干脆拿起机关枪给他突突了得了呗。咱们这骑兵团就改叫步兵团。三排长，你跟我转什么词？询问大师傅。咋就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啊？你在外了吗？啊，你就在团长的鼻子底下呢。有意见你找团长，你跟我说不着。
走，离地去。别走，你现在要敢牵着我的马去离地，我现在就牵着你去离地。三排长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不干啥呀，我就是不能让我的马去离地，我要保护我的马。现在他们现在已经吃不饱了，我没辙了，我不能看着他们再去受苦。如果你们还是军人的话，就要服从命令。闪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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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！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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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嗨，大不了你把我这排长给撸了。只要我站在这儿，我就不可能让我的战马去耕地。他这乡间的小路，走向战场。走向那位母亲而站的地方。让战争